煮粉还是煮饭啊？先煮点粉吧。好。早一点哦。我来吧，行行。
再放一个。小姐，去叫你妈过来吧。妈，哎，吃饱啦？做好了。嗯，好嘞，我还没割完呢。那你去吃吧。好，你先走，我马上过来。我放少一点啊。哎。好吃，好吃。割完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没有。